你好，欢迎你步入 Max 学院的包头 Web 开发课堂。这节课的学习主题是模板引擎晋级，主要内容包括把模板内容放入独立文件、模板函数、模板中的变量管理函数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把模板内容放入独立的文件。在前面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 Template 这个模板助手函数，它的功能就是渲染模板。而我们在前面所有的实例当中，这个 TPL 这个变量的位置始终使用的是字符串，比如我们上节课所使用的这个程序。那么在这个程序中 Template 这个函数所渲染的内容就是一个字符串，我们在程序中进行定义。而实际在外部编程过程当中，如果将这些网页代码全部放到程序当中，会给修改带来一定的困难。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将 HTML 代码放到单独的文件中，然后呢使用 template 这个函数来进行渲染。下面我们来看如何把模板内容放入独立的文件。我们首先将上节课编制的 Web 服务器程序另存一份，在 template 这个函数中 ,HTML 是一个字符串，也就是它是一个字符串变量。实际上呢，这个 HTML 我们可以把它修改为一个文件名。比如我们将这个字符串重新保存到一个文件当中，作为一个模板文件。我们在这地方新建一个文件，将它粘贴过来。将原来的程序中 HTML 这个变量删除。由于这是模板文件，所以不用再定义 HTML 变量了。将文件另存为，由于模板文件我们一般呢给它一个特殊的名字 TPL 或者是 HTML 扩展名，也可以呢随意起一个文件名，这个呢是没有关系的。我们将它起名为 mytest.tpl，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。这样呢，这个模板就成为一个文件了。我们再修改这个程序文件，在程序文件中将 HTML 修改为我们刚刚保存的这个文件名 mytest.tpl 这个模板文件名。然后保存这个程序文件，启动命令提示符，在命令提示符下运行这个服务器程序。服务器程序已经启动，启动浏览器，访问这个网站。可以看到其显示的结果和我们上节课所介绍的是完全一致的，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里的 template 函数将模板放入单独的文件中，这样呢就是便于编程和单独修改 HTML 代码。我们这里面返回的是一个模板的字符串，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完整的 HTML 代码，所以呢我们一般会将这个模板文件写成标准的 HTML 代码，这里面我们把它进行修改。将内容放入 body 之中。保存这个模板文件，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，
其效果和刚才是完全一致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这里面返回的是一个标准的网页代码了。下面我们继续来看模板函数，它是我们在编写网页模板时使用的。其函数主要包括两个，一个是 include， 一个是 replace。 include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在当前模板中包含另外一个独立模板当中的内容，而且呢，我们可以将变量传递给另外一个独立模板进行变量替换，那么这就是 include。 它的作用就是我们在同一个网站的各个页面当中有一些相同的内容，比如说页头、导航、页脚等等，这些相同的内容我们可以将它放到一个单独的模板文件中，这样呢方便修改。第二个函数 replace 函数主要用于继承模板，也就是将当前模板渲染的内容放到另一个模板中间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将网页代码中的公共部分写到另外一个网页当中。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实例，比如我们刚刚所编写的这个程序，其模板 MyTest， 那么这个模板中有很多，那么在这个模板中如果我们需要包含一个导航，而这个导航呢就是整个网站所公共使用的，因此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单独的导航的模板。我们新建一个文件，将它定存保存为niv.tpl， 我们在里面写入链接，保存这个模板文件。在 myTest 这个模板文件中我们调用 include 这个函数，它所包含的这个模板为 niv.tpl。 由于这里面不需要进行变量替换，所以我们不对它传变量替换的参数，保存这两个模板文件，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。可以看到这个导航已经包含到这个 MyTest.tpl 这个模板之中了。那么这是 include 函数的使用。下面我们来看如何使用模板函数 replace。 如果说 include 这个模板函数的作用是将其他的模板包含进来，而 replace 它的作用就是将当前的模板融入到另外一个模板中，那么有点是模板继承的这么个意思。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使用它。首先将 MyTest 这个模板另存一份，将它保存为 Base， 也就是副模板，然后我们将这个副模板当中的内容进行一下修改。将多余的内容删去，然后这个副模板中由于它要包含公共部分，所以这个导航还是存在的。然后我们在副模板中用 base 这个进行变量替换，保存这个模板文件，打开我们刚刚保存的另外一个模板文件，也就是 mytest.tpl，将公共部分代码删除，由于 replace 它的作用就是将当前的模板嵌入到副模板之中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头使用了
events。在 base 这个之中，我们没有需要传递进来的变量，所以呢，也不需要使用变量替换。保存国版文件，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，可以看到和刚刚显示的完全一致。这样呢，我们利用这两个函数，就可以达到简化网页模板的目的。Rebase 这个模板函数，它的作用是将当前的模板内容嵌入到副模板中，而 Include 这个模板函数，它的作用是将其他的模板内容嵌入到当前的模板之中，所以我们灵活的运用 include 和 rebase 这两个模板函数，非常方便的来简化我们书写模板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模板函数。下面我们继续看模板中变量管理函数。那么变量管理函数主要包括三个，一个是 defined name， 那么这个函数它的作用是测试这个变量 name 是否被定义，如果定义了就返回 true， 如果没有定义就返回 false， 也就是真和假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 get name default 等于 none， 它的意思就是取得 name 这个变量它的值，如果这个 name 这个变量是存在的话，就直接取得它的值，否则的话呢就返回为空。第三个呢，就是 set default 为 name 这个变量设定一个默认的值 value。那么这三个函数的作用就是在模板当中来进行变量管理的，以防止在渲染模板时出现对未定义变量进行变量替换，并导致模板渲染失败。下面我们来看实例，比如我们在这地方定义一个变量替换，保存这个模板，我们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。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vname 它进行了变量替换，而 vname 我们没有定义，也没有呢在模板中进行传入，所以呢它出现了渲染失败。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变量进行变量管理，此时呢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信息。比如我们可以在模板当中首先加入这样的一个函数，就是设置 vname 这个变量，它的默认值为 no。 我们保存这个程序文件，在浏览器中再次测试，可以看到此时它输入了默认值，也就是默认渲染成为默认值 no。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程序当中主程序当中传入了这个变量，我们来看一下会是什么效果。保存这个程序，在浏览器中继续测试，可以看到此时这个模板当中设置的 no， 而在我们传入参数的时候设置为 yes。那么起作用呢会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模板当中传入的 yes， 也就是这个位置的输出。那么这是 set default 它的使用。那么同样呢，如果我们在获取 name 变量的值进行变量替换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呢直接在这个位置进行获取，然后呢设置它的默认值。我们可以在变量替换时使用这样的一句，然后呢我们将 set default 删除掉，保存这个程序。我们将 vname 这个传递的参数也将它删除掉，保存程序文件。
然后呢，我们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。通过浏览器的显示，我们可以看出这里面呢，渲染 rename 这个变量的时候，就使用了默认值 no。那么同样的，对于 default 这个变量管理函数，我们也可以在模板中使用。这里呢，我们就不再进行举例说明了。这节课的作业是：第一，为项目网站定义基础的副模板，也就是你自己设定的那个项目网站，你可以定义基础的副模板。然后呢，在网站项目中使用基于副模板来生成网页。那么同样，如果你的这个网站当中每个网页中有相同内容，也可以使用 include 函数将它包含到这个副模板当中。